对啊，不。也是。黑绵羊。我点了一个 strawberry honey balsamic and sea salt caramel， 有点难过。好好吃哦，就是。我们今天到附近的 hiking trail 来爬山，然后出门走走。今天是礼拜六，然后天气很好。在休息耶，它是羊吗？山羊。为什么不同颜色的？哦，它在吃东西耶。黑绵羊。有一只啄木鸟在啄木头，好像很难看到。这阿婆，被追跑了。在那里，这个 trail 还不错哎，下面很平坦，然后有个 farm， 然后后面一半段有那种上坡的，可以看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的那个小孩就很少，
就从 farm 之后就没有什么小孩，就比较高难度。我点了一个 strawberry honey balsamic and sea salt caramel。我们打电话订了这家日本超市的生鱼片，然后现在来拿。Order for Ray? Ray, yes, right here. Now take exit 18 on the right. 500 feet, turn right ont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我又来 Farmers Market 买那个饼干了。然后结果我刚刚进去，那个老板上上礼拜跟我说他这个礼拜会来，结果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他，所以又没有买到。可能我直接在网络上买好了，有点难过。来买 Fields 咖啡。我们来一个自助洗车的地方，然后我现在在洗车。这种自助洗车超方便，它就是算时间投币，然后它有一个是水枪，然后还有那种泡沫的那种刷子，然后你就自己洗快一点的话就便宜一点，然后到前面那种地方，前面还可以就是用那种吸尘器啊，然后吹风机啊，把车的里面还有外面把水弄干那些，我觉得还不错。我们刚刚洗车的地方在那个金龙越南河粉的附近，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来买个越南河粉当晚餐。来了，我的越南河粉来了，我的老公也来了。